木心说，一个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冷冷清清的，风风火火。我觉得对待感情也是这样吧，冷冷清清地保持自己的孤独，远离喧嚣，更加客观理性地看待爱情在你生命中所占的比重，风风火火地保持对爱情的渴望与热情，永远年轻，永远热泪盈眶。我是寒霜，陪着你永远保有一颗少女心，一颗少男心，永远对这个世界上的一切事物，一切的感情充满期待。抖音当中搜索寒霜之声，来跟我 say hello 吧。我不会逃避，我会很认真，那爱来敲门，回声的确好深。我从来不想独身，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灵魂，让我擦去脸上脂粉，让他听完全部传闻。将来若有人跟我争，我答应不会默不作声。他能不很认真，那爱来敲门，回声的确好深。我从来不想独身，却又预感晚婚。我在等世上唯一契合。